诺基亚9 Curved 深度评测下集。诺基亚9 Curved 采用了6000系铝合金材质中框，与屏幕和玻璃背盖通过切割倒角完成了顺滑自然的过渡，并对金属倒角进行了阳极氧化处理，使得整机一体性更佳。该机右侧为音量键和电源键，机身顶部为 SIM 卡插槽和降噪麦克风，机身底部为麦克风、 USB-C 接口和扬声器，并未配备 3.5 毫米耳机接口。诺基亚9 Curved 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45处理器，这也是众多用户感觉该机与当前市场不太吻合的又一原因。这倒不是说骁龙845是款糟糕的处理器，事实上骁龙845在如今仍有极高的性能优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与以往的骁龙845旗舰不同，诺基亚9 Curved 搭载的骁龙845处理器还有一个特殊的电容器，可以帮助手机利用芯片的整体功能来获得相机的体验。五个摄像头意味着正在俘获大量的数据，因此图像处理信号器需要帮助它进行计算，毕竟有2400万像素需要处理。利用数字信号器可以降低三倍的噪声，功耗降低十倍。图形处理单元可以辅助捕获1200层的深度图。在跑分测试当中，诺基亚9 Curved 安兔兔跑分得分是292984分，单核成绩为2414分，多核成绩是8995分。这一成绩虽然比不上骁龙85，但是在目前的安卓手机当中仍属于一个较高的水准。在实际的性能测试当中，我们用时下最为流行、性能要求最高的大型手游《绝地求生：刺激战场》对诺基亚9 Curved 进行性能测试。在游戏当中，我们将画质定为 HDR 高清，帧数设置为超高，并开启抗锯齿以测试该机的游戏表现。通过测试，我们发现诺基亚9 Curved 的图形渲染能力非常的不错，无论是人物、植物还是建筑，细节渲染都非常的精细。在流畅度方面，同样得益于强大的骁龙845处理器，即使在最高帧数和画质要求下，在游戏当中移动、开镜以及射击等动作依然操作连贯，没有出现丝毫的卡顿的现象。在散热方面，诺基亚9 Curved 采用了笔记本级别的水冷散热系统。具体来看看该机后置5颗摄像头均为1200万像素 F1.8 光圈的镜头，中间下方的两颗为彩色摄像头，剩下等边三角形的为黑白镜头，单位像素面积为 1.25 微米。在拍摄时，5颗摄像头全部进行对焦拍摄，总计6000万像素同时工作，巨大的数据信息最终合成一张高品质的1200万像素的照片。究竟诺基亚9 Curved 的拍照实力究竟如何呢？我们来看看实拍样张。虽然没有等到蓝天白云的好天气，不过得益于该机强大的软硬件实力以及足够的数量数据信息，诺基亚9 Curved 的照片风格趋向于自然风景风格，无论是光线充足的白天，还是逆光甚至是暗光，都能够表现得很出色。照片的宽容度极佳，细节也丰富，达到了真正的全天候拍摄体验，满足了小编更高的期待。在夜景方面，诺基亚9 Curved 的对噪点的控制也十分到位，画面的纯净度很高，没有出现提高亮度而造成的画面过曝、失真等效果，各色灯光色彩均得到了很好的还原，画面效果十分讨喜。充电方面，诺基亚9 Curved 支持高通 QC3.0 18瓦快充，实际充电效果属于中规中矩。该机半个小时可充满一半，一个小时充满 75%， 全部充满需要110分钟。总结，这手机的拍照功能发展到今天，早已突破了基础图像记录的需求，而升级到了高水准、更专业的摄影概念层面。那么，手机影像功能的未来在哪里呢？经过长达一年的预热，诺基亚9 Curved 的尝试以及极具辨识度的1200万乘5的矩阵式摄像头，
打破了手机拍摄的常识，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手机拍照体验。